笑，大仙不闹。么么哒。小乔二技能连按两下必中，你能不能不要教授玄学？连按两下就一定打得到。我试试。What？ 等下我二技能疯狂空，那就是你的错。我太难了。来试试，来试试。我们试一些基础操作，说不定按两下对于大部分玩家来说是有用的呢。你可能预判需要有心理这个丰富的这种经验跟知识在里面，但是如果你按两下能解决70%的情况就挺好的了。开始我们的按两下。哎，我刚准备按两下的是，这不按两下，但吹的是个肉啊，靠不靠谱啊？按两下，哎，有用啊，还行啊，目前来说100%命中率啊，灵性走位，怎么找过去？按两下，我又中了，哎，我这一直被控啊，老弟。他好像还是瞄准好一点，他按两下他只能吹一个呀。哦，这不走过去要按两下了吗？闪现按两下，闪现按两下，没用啊，假的，我被骗了，按两下有用，还可以，到底行还是不行？实测。走了过去按两下打残血没什么问题啊，我把这个操作设置再换成绝对血量最少，感觉没啥问题。开大按两下，按两下有个鬼的用，救我，这不行啊，有位移的话还是需要预判一下，我感觉我往脚底下吹他死了呀。这按两下有移速没有用的呀，哎呦我醉了，有点搞自己了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这个闪现乱交了，快点把这个博乐之怒做出来，我不能再试了，再试真的没了，还是自己瞄吧，不能偷懒了。中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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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，有大吗？哦，这么按两下，忍不住的偷懒，忍不住的按两下。一技能刮刀死了，这不四杀了，当我们紧张的时候感觉按两下也没什么毛病啊，我开启我的小大招啊，一技能给一套，吹起一技能，再见，开启我的小大招，再见，他打我，哎，踩我一脚，我挺难受的，讲道理，来一把悟道型乱杀，好吧，看我悟道的这个药是如何带领全场翱翔的。这已经不想吹了，好吧。什么是天才？仰望星空，你就知道我来自哪里。这该不会真是原声吧？完了，我就稍微说了一句，我太难了。那这把我一定要好好打，不然不就坏了自己名声吗？朋友们，千万别输了，哈哈。哎呦，我好紧张啊！你不要这么说，好吧？哎呀，今天如果灵性不起来，那我就把这个道给吐出来。这不直接去中路帮他抢那个野怪，刷出来，就是这里。相信我，天才的预感从不会错误。可以，往这边走，买一手装备，选择11。啊，普通攻击，大招2，再大招，哎，没了。来太多人了呀，他这一拉的确走不了的呀，不过不亏，我们把兵清了，还好可以接受。韩信死在哪了？打他！哎，我的队友一个离我远去，好亏呀，这样。哎，别送了呀，怎么一个个送起来了呀？我的也开了。别乱了，你不会以为我只会说看线吧，老弟，还有你，
还有你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哎，我这，哎呀，我差点就秀了呀！按快了，大招已经想好了，大大二一一全部死，急了。哎，怎么打的是我啊？哎，我这啊，咋着不上去了呀？这前有炮，后有猴。哎，我这啊，这什么意思哟？别啊，这该不会一波了吧？完了！哎，这里一波了，快点清兵啊！可以，感动的流下了眼泪。打他，完了，没了，炸了。哇，哎呀，真的是技能用完了，摸都摸不到了，哎呦，真的吐了我。哎，真的是搞，为什么我在这里打上他那个，哇，真的是恶心。天才陨落了呀，敢露头，露头就是死。我躲在这里，他站在那里，而我选择走过去，一电，电了个寂寞。哦，我还是混到助攻了，那这一波太不亏了呀，180生命值相当于一个小宝石了呀。肉身逼走位，实力一踩，反向一勾 ，A 他两下，他交闪，我交踩，他炸裂，他背我进去了，然后我再踩，我死在塔下，就这样。哇，勾得好呀，这没办法，赶紧把凤鸣指环给做了，这样蹭助攻就方便了。你这个助攻很关键的呀，两个助攻相当于300多块钱啊。你他我这哎痛，吃药走位，直线勾，不解释，没了。电一啊，电不动了，炸死你！哎，好难打呀，他那个露头。哎呦呵，哎呀，他怎么又勾到我了？你勾我，这就是你不对了。完了，他又被勾了。哎，这个人勾子好准呐，真的是有两把刷子的，跟我的玄策有一比。What？ 但不慌，我是一个后期打团型选手。不要着急，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马上有一技能，二技能，一技能，踩一脚，捡了个树，能不能打？打这个是不是？一高没高大，我笑了。现在是15-11，看一下经济差，我们的经济居然是领先的，那就应该还好。等一下我精彩一勾，勾到这个萌芽，萌芽就爆炸了。怎么讲？他又想死了，直接吸，滋，勾我。拉我，背摔我，我踩一脚，找个风水宝地死一死。哎，活下来了，没死。我这不就 carry 起来了吗？我可以做点输出了，我勾过来他们就炸了。哎，我这都没勾到吗？这疯狂的抓我，我笑了。你不知道我很肉吗？我吃口药，反手过去。好，这一波他们应该守不住了，那我肯定是勾至后面的人呢，你说呢？那我肯定还是勾后面的人呢。哎，你怎么跑这么快啊？这我哪勾得到呀？闪现 A， 他大招，哎，我被冻住了。哎，我临死之前贡献一勾。可以，一波。哎呦，真的是难得打。打野老是玩这几个英雄，好无聊啊！玩雅典娜吧，雅典娜靠谱啊。
我来啦。乖乖，没有用啊！哎，为什么捅不过去啊？哎，为什么我刚才那个距离都捅不了呀？这才是真的气哦！我来了！哎，为什么我总是感觉我这一枪应该捅出去了？他那个范围都有提示了，就是捅不出去呢这。去把上路带了吧。他电塔，电塔，兄弟！哎，我真的是 ，no！ 快电塔，电塔，兄弟！哎，我真的是 ，no！ 好样的！啊，这最后两下是怎么的？就感觉要把我放弃了，这点塔就好了呀！把我吓了个半死。啊！我怎么这么脆啊？这都该死了吧？哎哎哎，这么惨！哎哎哎，这里这里！哎，这可以啊！哎，我真是死了活着都有用，我助攻蹭的就是蹭了八个助攻。算了，我等下直接去死吧。好，没什么好说的，早点死，早点加速，与孙膑组成双加速，开创新的流派——雅典娜加速流。酷。马不停蹄的去死。这个控制呀，又是动不了的。我觉得吸血已经没有用了，对于我们而言，我们需要一个魔力斗篷。不是吧？我的翅膀跟它真的很像哎！哎，你别说，我们两个还真的一模一样啊！杀！啊！我来加速了，我来加速了，别怕，别怕，往前走！疯狂加速，加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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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冲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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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Triple kill！ 我并没有倒下。哎，这里加速，兄弟，躲了可以。他死了，死！不要逼我在你脸上念经，死死死死死死死！这也太惨了，他们打我已经不值钱了。我打谁呀、啊？完了，橘右京有点不好打，橘右京可以风筝我，我思考一下怎么把他拿着杀，直接护甲，他炸了，告诉他什么叫防守反击，让他知道消耗我的后果，好好看好好学。これで、はい。你还敢进草，然后左跳右跳，然后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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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我打，大力吸一口，再横向劈，呀呵，挺灵性的嘛，跳弹。我就是要跳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就这一波，我们家的法师过来了，他过来刺我了，我慌了，我横向劈，吸，吸，吸，跳啊！我早点跳呀，老哥。我应该把闪现调小一点的。刚才闪现有点丑，你们当没看到好吧？现在这个闪现搞得这么大，大家都注意到我刚才那个闪现没丢好了，我挺尴尬的。哦，这么吸一口往跳，大闪，扑通击啊！我死了，吃个药。没事，必须的。如果这个时候再不拿中路塔，在后面的发展会很难的。你相信我，拿我的命换这个塔，值得。中路塔的战略意义是非常大的，特别像干将这种英雄，他有这个中路塔，他是永远可以发育的。有这个防御塔在这里，阿珂根本就秀不起来，是不是？你看看似我像死了，其实我是活着的。
别慌，很稳。你看，是不是中路卡掉了就乱杀了？跟我猜想的节奏是一模一样。要是有这个中路塔，能在这里死这么多人吗？后面就是我的舞台了，朋友们注意看了，5000经济，那是直接砍翻他们对面所有人。这不跳一手激情小大招，是不是乱死？你也买装备吃口药。第一个人头看到了吧，从零变一，后面就好起来了，后面只是加零的问题了，后面就是10个、100个人头玩起来，待会儿该怎么玩不用我说了吧，是吧？再说没意思了。西卡我跳，这什么人呢？哎，怎么这么怪啊？哎，我感觉我跳下去刮到好多人，什么都没死啊？是不是有名刀有复活甲？鲁班有名刀吗？没名刀呀，这都没名刀，那刚才怎么都没死啊？那看看我打的输出吧，低于20%就是混子。喂，从战略意义上来讲，大招都是封路，这把打的功能性上单，好吧。虎牙688每晚7点半，咱们不见不散。